让他理解这个什么品质规啊，大品质这个啊，大品质很好理解他。他这个失误，我觉得挺理解的。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像锦织圭这样的选手也特别轻了，也不年，对，已经在我印象当中，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到现在可能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。